哎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奶糖，这里是岩浆生身跑酷，只要你跑慢了，就会被岩浆吞没，然后变成跑恐龙哦。好，我不要变成恐龙豆了，快跑呀！哎，这边好像可以抄近道哎，嘿嘿，果然是。奶糖，你作弊！汉堡，你瞎说，我哪有作弊？哼，你抄近道不就是作弊吗？我才没有，这是作者搭的近道，我怎么就作弊呢？对哦，这是作者搭的近道，奶糖，你好像不是真的作弊。哼，穿汉堡知道就好。哎，这岩浆跑酷也太简单了吧！奶糖，你懂什么？前面只是一些开胃菜，后面才是真正的开始。嘿嘿，就这吗？这肯定连新手都跑得过吧？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。啊，我这怎么没跳过去呀？哈哈，臭奶糖，打脸了吧？我刚刚那只是失误。哎，怎么可能？哈哈，奶糖，我就跟你说了吧，后面才是真正的开始。这下我看你怎么跳过去。切，汉堡，你小瞧我，就这点难度的跑酷，怎么可能难到我宇宙无敌的奶糖呢？这不是有手就行啊？不，我又要重新跑过呢。哈哈，奶糖，你就别逗我笑了，这关这么严，肯定要吃鸡腿才能跳过去啊。哎，还真的是耶。咦，奶糖，就你这技术还跑酷大师？下面这一关你要是一条命过去，我就给你十个汉堡，你要是没过去，给我十包辣条怎么样？真的？还有这种好戏？汉堡，你赶紧准备好你的汉堡吧，今天你的汉堡我吃定了。啊，不要啊。呵呵，奶糖，快给我十包辣条。哎，我过来呢。呵呵，汉堡，是我赢了，应该是你给我十个汉堡才对。你放屁，我说过一条命过去才算的，你死了一次，所以应该算我赢。我就是一条命过来的呀，我不管，反正我过来呢，赢的是我。是我？是我。行，奶糖，那我们再来一次，下面这关你要是能通关，就算你赢。好，汉堡，重来就重来，反正结局都是一样的。啊，我怎么狡猾呢？切，奶糖，技术菜就技术菜。哼，汉堡，你才技术菜呢，这次你给我看好呢。啊，这不可能！奶糖，岩浆已经到你脚底下了，你还是认输吧。不，在我奶糖的字典里，从来没有认输两个字，我一定会成功的。哦耶，汉堡，我上来了，是我赢了。嗯嗯，奶糖，是你赢了。哎，汉堡，你这次怎么没有耍赖皮呀？奶糖，是你让我看到了一颗永不服输的心，一颗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会放弃的心。这次是我输了，我输得心服口服。